宜兰人怎么看存货这件事啊？其实，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，大家好像觉得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哦。对啊，尤其是好像在这个国家机器的这个掩护底下，做什么都可以这样子。民众其实他们也不关心说今天到底民进党你要推什么候选人，或者接下来有没有要推人，他们不关心。他们比较关心的是，到底你们民进党跟这些诈骗集团的勾结有多深，影响的层面有多深。要不然怎么会说一开始他说我一定要清白，我要捍卫我的清白，参选到底？哎，不到2天呢，他甚至没有透过党内的程序，他就自行公布说他要退选。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问题。那民进党你也不要跟我们说你都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就是包庇跟纵容。那你如果知道些什么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，至少跟检方交代清楚，到底有多少人涉案在这里面？到底陈欧博委员他在这一个诈骗集团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？我觉得这才是选民真正关心的。